好书到，我叫邱小展，今年3岁了。妈妈，妈妈在呢，在楼下。嗯。我要找妈妈。好了。好了，爸爸爸，来。妈妈找吧，找妈妈。好，再放。然然家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的家庭的样子，爸爸有些大男子主义，妈妈相夫教子。我是比较宠孩子的那种吧，他就是比较理智。我在做饭的时候，然然想让我抱，那我可能就抱了。然后我老公呢就说：“你做个饭你还抱他干嘛？让他自己玩去。”我看到许多观众说然然家是丧偶式教育，或许并非如此，因为当我们送给然然全家福照片的时候，然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的父亲。当你在幼儿园想妈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看妈妈的照片，爸爸照片给你看看。对，想好什么了？然后爸爸原谅我。原谅你啥？原谅我生气。难怪有他回路了。可见孩子和家长的感情的好坏，不仅在于陪伴的时间的长短，而是在于陪伴的质量。打开优酷视频 APP 首页，搜索高速世界我可以，更多新鲜视频独家快讯等你来看。